各位武術界和生物界的朋友，各位觀眾，好歡迎各位今天來到鯉魚湖體育館省首場，出席由香港武術聯會主辦的康樂文化事務處資助2008中國武術省首香港杯公開賽。三好，多謝好啊，收收接下來是下一場賽事，攔住集中精神，第一局預備開始，恭喜平姐。前摸後打，係後直打後直過來。Marcus， 往上前，打後直。再。拍拳啦，拍拳啦，再。再。再靚。係，係冇錯，攞翻分啦，又攞翻，冇錯，再又攞翻。拉定啲距離，打過又攞啦，準啲準啲，係啦，冇錯，攞翻準個接住，手高手高手高，打翻後手接住靚啲，
下路掃台，下路掃台，下路掃台再，下路掃台再，做到啦，做到啦。第一個紅光射，好，好，係啦，要準嘅要，攬定頂住，好。打翻準嘅後直，顧你啲 good， 哇，犀利 ，good， 一落幾分，一拳，天一舉高嘅拳手，舉高拳手，打準後直，下路掃腿，打高打直，係 good， 好啦，係。先生前燈試下，頂住佢，哥打準佢要係，哥，喂喂，舉高手，舉高手，打你後勁佢係，哥，比賽結果第二局康光勝。第三局，飛，開始。高高，高一兩隻，高高高。你你個高高嘅可以先。飛，開始。高高起手，高高起手。開手。Marcus， Marcus， 高高起手。Marcus， Marcus， 五隻，五隻。出嚟。快快啦！快啲啲手，快手，快手，快！快，快，好快，快！追追，朱大伟，好追，嘿。52公斤級，黑框李錦恩，英輝體育協會成。